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准备吃点饭。在这个加州的休息区，确实是休得非常好呀。然后有这种 Costco 的烧鸡，然后有这个可以吃啊。然后给大家看看这边的环境，停车，停一排，远山，近景，这边是小树林儿，小树林儿。这是在加利福尼亚州，准备吃点吧。这种生吃啊。蘸点酱，蘸点酱，这是豆子剥出来，豆子，豆子还比较嫩。这个鸡，还是比较香的啊，香喷喷的吃的，鸡皮。这个营养价值应该够了。看看我们的车安全不？这个小西红柿。其实一顿吃不了多少，吃不了多少呀。
然后这边有绿果子，直接在绿果。吃点豆豆，要扣住，然后这个还是要吃一点，这肉还是要吃一点。好了，这就吃完了，准备出发，准备向加州进军，向加州前进，继续前进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，谢谢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